昨天陆海节，他直接 自行宣布放假。小矮人没有喂鸡吗？我是没有放饲料啊，但是小矮人应该自动自发一点。你们就不能自己去找一些饲料吗？找小矮人，哎，没有人需要续约哦。看一下，喜欢苹果吗？卡莲不喜欢苹果，这个卡莲讨厌的东西怎么这么多啊？玛丽好喜欢这个哦。啊、对哦，我要去杂货店了，我们路过杂货店了。我妈妈托我来帮忙买东西。这个人每次买东西就坐在那个椅子上面。我看一下，夏天可以种玉米跟番茄，那我们种玉米好了。包，哎，为什么今天没有鸡蛋？我明天再来啊，老板。对哦，我要做玉子烧哎，我明天做玉子烧，再把它包起来。来给格雷送温暖。再买油啊、哦！明天再来买了。明天我们再来买油。今天我播种完，我要睡了。哦，鸽子先生，你很幸运，竟然可以看到阿 Z 播种。这个也撒一撒好了啦。把东西包装成礼物不会加的比较多，那包装有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玉子烧怎么搞，只要有油跟鸡蛋就可以了。好，亲自下厨给他吃。普通品质的蛋哦，我是没有这种东西啦。哎，有新歌哎，我高级的就可以做高级的玉子烧吧。早安啊，后羿。鸡怎么可能没下蛋？没下蛋，我直接把它做成鸡排。Echo， 古拉，啊，可以 ，Echo， 来剪毛。葡萄怎么是从树上下来的？那是葡萄树啊。这个应该是卖这样好了。好，赚2000呢。农地升级要多久？表定3天啦。我那个时候去询问价格的时候，柴胡跟我说3天完工了，现在已经1个月了。
买油跟平底锅，买油买油。我要买油，等杂货店开喽。艾莉也很开心。欢迎光临。好，买两个油。卡莲到底喜不喜欢鸡蛋啊？我又破产了。我是投资，我是去做投资了，你知道吗？卡莲好像甜的都不是很喜欢。哦，我家这个牧草长这么大片哦。那牧草也太多了吧，那一个500块。不过我也没养那么多牛。睡了啦，睡了啦。嘿，不对啊，我不是要去送礼物吗？扩建工程好像完成了。哎、欸，伯布利的生日、欸，哎、啊，忘了，算了，先付给他吧。做出了玉子烧，而且我还突然会做水煮蛋呢。生日、那也没办法，我给他一个惊喜。没想到吧，生日过一天才给礼物，我刚突然就忘了。我去山上等他。好，我在这等他，人就过来了吗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把两个女朋友连在一起了，哇！伯布利超级喜欢这个呢，他是超级喜欢呢。小兰也很喜欢这个。噔噔噔噔。布兰登也送一点，我还有一个女朋友会走过来，我躲在帐篷里面准备吓吓她。女生最喜欢这种惊喜了吧？哎，这怎么葡萄？看葡萄的果实。珍妮佛很喜欢这个。扩建之后的农场长怎样啊？我去看一下好了，看看这个腮胡有没有偷工减料。嗯哼，小矮人，好好浇水啊！因为帐篷啊。他那个帐篷真的是什么都没有。
不如来找格雷聊天。然后我家好像没变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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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卡莲不在哦，那就可惜了。卡莲不会连玉子烧都不吃吧？不可能吧？对，我要去找大凯，我要用我的蜂蜜攻略大凯。阿凯，我来了，还要续约小矮人。谢啦，哎，谢啦。给霍安送个苹果。呦呦呦。神父又在等小朋友了。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做七天，啊，多找一点朋友来浇水。医生哦，我跟医生感情已经很好了。好遇到克里夫哎，克里夫现在也笑得很灿烂了。好，回家睡觉，今天应该没有人生日吧？一个矮人能教完，你不教完不能下班吧？哎，礼拜一是克里夫的生日，哎，好，睡到礼拜一。礼拜一去给，哎，真的有台风哎，完了，我的农作物。明天在广场会举办斗鸡节，我们要参加，交给。Wins 去吧， Wins 被带走了。非洲最强打野， Wins 连续上场两年了。今天可以跟踪玛丽了，跟踪玛丽哦，我都已经跟她当女朋友了，还跟踪她不好吗？我等伯布利啊，怎么可能把 Wins 斗走？我跟 Wins 感情那么好，身上的东西也太多了吧。蛮开心，伯布利超开心的。斗鸡节明天会很忙呢。哦，上山嘞，那他们好像就是会去山上。等一个女朋友啊，我们在那边等一个女朋友。咚咚咚。玛丽告白了吗？已经告白了。今天是克里夫生日哦。克里夫到底喜欢什么？克里夫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吗？
来了来了，他来了，高品质的鸡蛋，很开心。这帐篷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克里夫喜欢吃苹果。再来要扩建房子，好贵哦，扩建房子要60,000，大概要夏天结束才能扩建。还是克里夫也喜欢石头。Lucky， 克里夫喜欢吃咖喱饭跟咖喱乌龙面哦。好，我看有没有机会做乌龙面，好像蛮简单的，乌龙面然后加上锅子就可以了。对哦，还要搞宠物哎，先搞宠物出来吧。看一下乌龙面去哪里买？check 一下杂货店有没有卖乌龙面。擀面棍，哦，哎，我自己擀就可以了吧？小麦粉、咖喱粉。可以吧？这个月一定来得及买宠物吧？我是努力在赚钱的。好，马上为克里夫做一顿好料的，给他一顿粗饱。看一下，乌龙面蛮简单的，咖喱乌龙面，先做2份乌龙面，然后再把它加上咖喱，好，做好了，很简单嘞，真的是简单，哎，玛丽来了。你不要拦着我，我要去找克里夫。有时间的话，要不要出去走走？哦，也行吧。约会该做些什么呢？没事，我们就到处走走吧，去图书馆吧。来，我们去看书。哎。两个人在这边做什么啊？哦，要去图书馆约会呢。玛丽会介绍书给我的。伯布利也要一起来看书哦，来啊，大家一起来吧。贪吃将军。那伯布利适合什么样的书呢？叔叔是魔法师，叔叔从异世界归来了。女主角的叔叔其实是一个魔法师。再见了，玛丽跟 JJ。他们两个人看起来对我介绍的书很感兴趣呢。和我说话的人也变多了，这一定是因为我跟 JJ 相处过后变得很开朗了。开心，还找克里夫呢。我找过霍安的吗？先去找小矮人。包装，刚刚不是有人说有没有包装没差吗？
开始浇水。阿凯还没找，什么关系竟然不好了？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哎，你也来帮忙浇水。包装会乘以 1.25。啊，有人说不会变呢，到底变，到底会不会变呢？管了，我还是包装一下。是不是有人在骗？到底谁在说谎？食物直接给它包起来。钱多就是任性，再来就是只要找到克里夫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克里夫究竟躲在哪里呢？这下尴尬了，还要捉迷藏啊！这呢，好开心啊！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很努力的在工作哦。啊，神父忘记给了。哎，一来就看到他们两个，哦，在聊天啊。我正好和克里夫说到今天要在这边吃晚餐 ，JJ 要不要一起吃呢？晚餐预定会叫外送。这段时间你们去打扫吧，我会待在告解室。啊，神父进去睡觉了。就当作是饭前的准备运动吧。然后运动过后，吃饭比较好吃。你做事真是熟练了。对啊，我在牧场工作也是很迅速的，要种田、照顾动物，然后还要去镇上，还要去森林。小兰来了，大家一起吃饭真好吃。来观察克里夫的一天，克里夫去完教堂之后，他就会走去哪里呢？忘记给卡莲送东西了。给阿凯送一点。阿凯吃鱼应该可以吧？原来这间店开到晚上哦。然后他们就回家。然后他就会待在家里。哎，原来这间店是有生意的，我以为都不会有人来。这店开到几点了？开到晚上9点呢。我以为这间店完全不会有人呢，我平常来完全都没有。蛋了啦，要开始赚点钱啦。今天什么节啊？我今天斗鸡节哦。好，能不能发财就看今天了。大家一起帮 Wins 加油好不好？ Wins 一定行。下蛋呢？啊，
哎呀，没有办法住那个。嗯，多买一点油啊，好了，我们玉子烧多做几份。因为今天除了斗鸡节之外，也没有事情可以做。看一下，长得怎么样了？我都长起来了。这边都只能走路吗？其实是有坐骑啦，但我坐骑被那个老头给收走了。在这边等吧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十点哦。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养一只哎、欸？那就开始吧，就开始吧。哎呀，我真的要拿冠军奖杯，好，有格子，四格可以开始。嘿，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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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比赛规则不用了。就说 wins 一定行。反正就是一直飞就对了。好，战况那是十分的激烈。斗鸡真的很久。先 poke， 先 poke， 来准备一波，很好，胜利，获胜的是 wins vs 停止住准决赛。追追追追追追追，来，一路把它压出去。漂亮，二连胜。不愧是你啊，温子，飞寒最强。好，你是被压制了，威斯，不行！啊啊啊啊啊啊！圆满落幕了，威斯的夏天结束了。我把咖喱乌龙面给吃了。巴吉尔生日，连续两年获得亚军，也不差了。这成绩其实也不差了吧？噔噔噔。哎，又可以剪毛了。十五号之前能赚到多少钱？十五号之前应该那个地瓜就长出来了吧？凤梨长得怎么样啊？来看一下凤梨长得怎么样，花花倒是长出来了。
上也太满了、啊、料理好像都不能卖。可以吃兔肉吗？兔子可以拿去卖啦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卖多少？来，一人一颗。这个是橘色，颜色比较深的感情比较好。布兰登还绿绿的，料理可以拿去给海边那个哦，有想法哦。月落草怎么样？珍妮佛也还绿绿的呢。苹果，苹果猜对一半，没事啊，我相信。我相信我一定赚得到那个钱。别走，别走，玛丽。新的 CD 哦，新的 CD 都是在三楼那边卖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二楼啊，对哦，要买个 CD。家 CD 要卖多少？899元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好贵啊！没钱啊，我真的没钱啊！油买太多，疯狂买油。那只能下个礼拜再买。没去给艾莉送礼物，是时候跟艾莉加深一下感情。来，玉子烧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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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艾莉礼拜三好像放假，就待在家里的样子。怕喜欢的东西卖海边那个，怕喜欢的东西已经没了。欢迎啊，哦，艾莉在等我哎，来放轻松，当做自己家哦。牧场的工作可繁杂了，我觉得 JJ 做得很好，忘记把书还给多特了，好像是放在架子上。里面有一张像是信纸的东西耶，寄给奶奶的信。哦哟，爷爷写的信啊！在孙女艾莉出生的这一天，我正在写着信。我从今天起也是爷爷了，谢谢你。我决定先把信给藏起来。哎呀，这是天国的爷爷写的信啊！所以这个是 Alan 的事件是不是啊？哎、欸、，Alan 不见了、欸，要不要一起去外面玩啊？他现在头发很乱，然后等他打扮一下。好的。男孩子一定要学会等待。小朋友来了。他们是不是会有什么重要的事呢？去图书馆玩。不是、欸、这个镇上的人都喜欢来图书馆玩、欸、好开心哦。再去杂货店玩，再去海边玩。两个人在一起玩了。看到姐姐在玩，怎么有种奇怪的感觉？
艾莉姐姐平常都没有出门过，又要煮饭又要工作，我要回家去了。这个镇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地方去，与其他的地方完全隔绝。这时间差不多该回去了，以后一定会做个好孩子的。哟，今天该不会煮饭了吧？这个送给你，帮忙卷。如果姐姐想跟大哥哥出去玩的话，我来做家事。哎呀，这个小孩子真的是太好了，他现在很高兴哦。人不见了，奇怪。艾莉，艾莉在这里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了，还是他会喜欢花粉红猫薄荷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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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！医生怎么没开门呢？李夫，我来给你送午餐了。还真是体贴啊。可以跟克里夫当挚友嘞。1000块，今天赚2300，又要花1000了。交朋友好贵啊！环贝要长出来了，难得当挚友聊天室又活过来。那当然，聊天室大家都是渴望着有这么一个朋友。要怎样才能赚大钱？只要把你的农作物卖出去，就赚大钱，非常简单。每天都来等女朋友。玉子烧，跟伯布利感情也变好了。跟我交朋友花了4000哦，不用花那么多了哦。你每个月4.99，我就当你是朋友了吧。朋友就是这么的便宜，你知道吗？在座的各位已经都是我的朋友了。补充水分，来喝水。我今天都没怎么喝水，多喝水，人一定要多喝水。来送花。有些人为了做出好吃的蔬菜会加很多肥料，但我还是喜欢自然的养育方式。加肥料蔬菜是会变好吃的吗？是不把它洗掉会有那个香味是不是？放个音乐好了。咚咚咚咚咚咚。
格雷还是绿绿的，成长很慢。哎，讨厌，我不理你了。是谁？哦，伯布利跑出来了。怎么了，伯布利？接下来有空吗？有时间的话来陪陪我吧。哎，那当然啦、啊。虽然我很忙，但是陪女朋友还是必要的。原来心情不好，跟别人吵架了，带她出来散散心。早上开始，妈妈的身体就不太舒服。我要送给妈妈她最喜欢的花。哦，这我一定帮。想要再大一点的花。花的颜色果然还是鲜艳一点好呢。哦哦哦，上面那个怎么样？在左边一点哦，在右边一点哦，再过去一点，这个、哦。好像不是我想要的花呢。哦，那边那边，我看你是很开心哦。妈妈身体不舒服的事是真的，伯布利也说了要帮忙，但哥哥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，他才想要撒撒娇呢。那当然，我是很温柔的。这个女孩子会丢垃圾，会洗碗，都没有问题哦。也得向哥哥道歉才行呢。哦，她还会洗碗哦，好厉害哦。哎，克里夫的咖喱乌龙面跑去哪里啊？李克的感情是不是不好？不差了，我觉得其实是不差。玉子烧怎么样？卡莲也蛮喜欢玉子烧的。如果卡莲要一直喝葡萄汁的话，我也是有点 hold 不住了。艾莉感情也变好了。克里夫，我来了。嗯，我跟克里夫感情还没那么好，真是奇怪。找阿凯学爆米花，阿凯又不知道喜欢什么，完蛋了，我被卡住了，我被卡住了啦，出事了，阿贝出事了。哦，克来跟他打架了。我之前就一直想讲了，不要搭讪，千万不要搭讪。伯布利常常来这里哦。伯布利他是想来才会来的。伯布利真是可怜了，竟然有个这么不讲道理的哥哥啊！
就算我不接近他，伯布利他也会自己过来的。阿凯这么秋，我跟伯布利感情也不错哦。要送个葡萄了，收银台，这卖什么？这里有卖叉冰哎。原来李克这么挺我，他也是知道伯布利已经有男朋友了，阿凯这样是不行的。抢别人的女朋友是绝对不行的哦。被卡住就按跑步那颗键，跑步是哪颗键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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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今天就买个宠物吧，哭啊！又台风天，今天我们就玩到买宠物 ，OK 吧？15号准备开买，我们现在开始认真赚钱。不可能15号的时候刚好有台风吧？没有这么扯啦。不太可能运气会这么差的。今天现赚2300。台风也不能下雨了，我觉得没有那么衰啦。哎，少撒一格哎，算了。小矮人应该要准备开始采集了。哇，好多这个花哦。哎，凤梨已经长出来嘞。应该明天就长出来了吧？哭啊！这个一个只能卖10块。好远好远，小矮人好远哦。古力迪不喜欢这个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们关系竟然不好呢，真是奇怪。哎呀，真是奇怪呀、啊！身上没有什么好送的了哦，蜂蜜那些都吃光光了。那、啊、要是好白狮还在就好了。什么时候可以拿到一只新的白狮啊？一直都没拿到哎、欸。来，给伯布利送吃的。好白狮是什么动物？好白狮是一匹马。他走了，他突然就走了。他走得很安详啊。
直接买小麦粉，没钱没钱。我们怎么可以用钱去买朋友？这样太奇怪了。睡了，今天赚2300，晴天呢，终于有晴天了。4.99的那些是好朋友，一般的朋友是不会用钱的，好朋友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赚到钱吗？当然赚得到，你看我的钱一年一年都在上升的，只要明天或后天那个玉米长出来我就起飞了。但这边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赚钱。那这个山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赚钱的，就一些绿草啊什么的。不然就是去钓钓鱼之类的。来，小蓝喝蜂蜜。一个才10块，把我当乞丐是不是？这个花，这个花不知道为什么也只有10块，而且在路上就能捡到了，然后总值要300块。每跑10000步就会送我一个怕喜欢的东西，是吧？我已经跑100000步了。我看一下，我已经跑110000步了。可以再投资投资。来找医生聊聊天，送个猫薄荷。信箱，信箱没什么好看的，信箱就是一些杂货店进货咯，就是一些传单啊，不想看。哎，亨利佛的家怎么有阿凯？也呆呆猴子哦，21个月，中奖几率已经蛮高了，再努力，再努力。我还没给格雷送东西，送一下。每天都要跟格雷聊聊天。每天都会送我一个怕的东西，要买东西啊。哎，玉米，明天又长出来了。明天我那个收入不得了了，
再加上兔兔这些毛，啊，那老马先生，啊，我就弄个宠物就准备来休息了。少一撮啊，少捡一撮呢。那你把鸡蛋吃掉了。应该是高几率买得到宠物吧。只要肯努力，一定行。我看一下跟大家的好感度，跟所有人感情都很不错了。安娜、玛丽、Alan 是满的。跟小兰感情已经超好了，医生哦，医生是不错啦，但我这么多的女朋友要给谁照顾呢？给老头也送一个好了。晚安，小雪。医生的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样，就突然变那么高了。它上升的速度也太快了。哎，图书馆没开。去一趟海滩，海边看一看吧。拜一的海边哦，医生好像基本上没有什么讨厌的东西耶。哦，阿凯在等我。今天也很热，有打起精神在工作吗？啊，那肯定喽。姐姐因为某些缘故和父母分开生活了。哦，原来是真的啊。哇，一个男人自己管理牧场，太帅了，真是太帅了。他也和父母分开住了，我觉得没有问题啊。我跟父母完全就处不好了，不擅长和他们相处。有空我们一定要多聊聊。锁门干嘛？哦，哎呦，阿凯有这么多事件了。这样啊，顺利的话那就最好了。看到 JJ 在努力，我也要努力的呢。今天我是来找你聊天的。我正在种着凤梨啊。
他最爱吃的就是凤梨了。哦，好，我采收一定给你。人人最爱吃水果这种事，感觉有点害羞啊。男孩子还不能喜欢吃水果了吗？来，葡萄哦，难怪这些葡萄他也很喜欢。好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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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对了，要找小矮人。感谢天天地瓜球的揪团，古力迪，你终于愿意来帮我工作啦！吉米特，哎，来浇水。地瓜球有没有玩过这个啊？矿石镇的伙伴，噔噔噔，来，今天能赚多少？我好期待哦！哇，有趁钱无？720，不错。有呢，有赚钱呢。哎、欸，完蛋了！哎、欸，完蛋了，没有长出来哎。这下啊、有一点尴尬。完了完了，没有现金。先看明天的天气，哎，看明天的天气，看一下为什么这东西长得跟凤梨一样久，凤梨都快好了。信箱就是一些传单啊。哦，好像就没有怕最喜欢的东西。哎，其实有，没有啊，完全木有嘞。完了，卖不了宠物，只能秋天买了。哦，又买不了了。我无钱啊，我已经无钱啊。没事啊，接下来其实只要睡觉啊，多睡觉，钱就一直来了。哦，玉米没有长出来，来看一下宠物卖多少吧。一路睡到秋天的15号 ，OK 吧？在海镇就一路睡到秋天15号。睡了，哎，受不了了，睡了。今天赚的是0块。玉米依然是没有长出来。嗯，是有小矮人在混是不是？怎么可能今天玉米还没有长出来？对啊，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是夏天的宠物只要5000块？
不定是又长出几串的。去 check 一下，我就过去 check 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宠物。说不定也没有我喜欢的宠物，我就不买了。啊，一直没有石头可以送给河流。九点才开始卖吗？安娜母狗。非常开心，我现在是有三个小矮人在浇水，这样子都有时候都浇不完。怎么一直在缠着我的卡莲呢？十点了，开店了吗？还没开店呢。挖个石头好了。他不开店啊？哎，他几点才开啊？哎，根本就没有来卖宠物哎。十二点了没开，那扛棒上面没写啊。哎，出现了，哼。企鹅呢？哦，企鹅，我不要，我不要企鹅，并不想要企鹅。夏天怎么会卖企鹅呢？真是奇怪。哎呀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累了，累了，累了。哇、哦，今天开得太累了，准备来收工了，各位观众，晚安。啊，明天再开。明天晚上的时候先战役啊，明天要先玩战役，先陪大家打打架。明天有机会买宠物吗？明天一定能买吧。
要赚多少？到秋天赚个2万，应该是没有问题耶。